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。谢谢吉米周送的带你去流浪，晚安哦。晚安，有比较亮一点，我也觉得今天画质比较好，这样更好。大家晚安。再过一天我们就可以放假了，大家加油，我也加油。我觉得今天还是很热耶，我今天还在学校流汗。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室内热，外面蛮凉。我看到了，我好像看到一只蚊子。希望他不要过来。希望他不要过来。晚安，晚安。变成新鲜柠檬，我今天有这个，我这个还留着。这还留着。因为妹妹说她想开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今天看到以前教主跟你告白的影片，我好像有看过那个影片，有在 YouTube， 是打电话的那一个吗？谢谢 Lekua 送的金色音符。大家今天有发现我哪里不一样吗？大家有发现我今天哪里不一样吗？我们关个静音。
为什么要关静音？因为刚有广播，因为刚有广播呢。刚刚有广播呢，所以关了静音哦。今天也太可爱了吧！我喜欢这首歌《Tomboy》。谢谢汉汉送的香槟。我最近会认真拍照。因为下礼拜是周考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段考了，所以有可能会比较少照片。然后我昨天发的照片呢，是我礼拜二拍的，对，不是因为照片黄的，那不是旧照片。晨晨5月14日诗雅毕业演唱会一样，晚上8点下班了。那好吧，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是刘海。是我剪短了刘海，大家有发现吗？大家各位有发现吗？我有剪刘海哦。我有发现，好，但是你们都没有说出来，你们都没有说出来，你们发现了，眼线太明显，因为我这只眼线呢比较粗，它不是细的，它是粗的，所以呢。它比较明显。晚安，大家晚安。但是这样好看吗 ？Hello， 谢谢燕送的陪你看烟火陪。谢谢庄莹送的，我来签到，你来签到了呀，蛮好看的。但是我这边眼影，这边眼线有点画歪了，所以我们就是遮住这边这样子。我最近会认真拍照，好吗？我觉得这个系列张雨林拍的最好看。晨晨你喜欢长大吗？不喜欢，真的不喜欢。其实现在是最想要变回去幼稚园，因为幼稚园就是没烦恼，现在就是烦恼为多，那可能长大呢烦恼会越来越多。现在是假啊，长大可能就这样啊，幼稚园是这样，永远16岁，我还没16岁，我现在才15岁呢。拜托，希望我诗雅毕业不要下台。
我也想在台上哭。成人喜欢长大、啊，我不喜欢啊。陈小树，成人喜欢长小吗？希望可以长小，但是不行。我是没看过别人长小啦。你要等四周年演唱会就不用了啊。哦、对啊。那真的是还要很久耶。一周年就是下台，二周年下台，三周年下台，四周年不用下台，五周年也不用下台。爆哭预告，不用预告吧，本来就是会哭的吧，这不用预告吧。干杯。这是不用预告，这是本来就会哭。期待长大吧，没有到很好啦，蛮期待大学的，也期待我之后是什么工作。没看过成人哭啊，现在来哭一下。好了，没有，不要哭。其实我很爱哭，但是原子族最讨厌我哭，他不喜欢别人哭。晨晨，你最近看起来没有那么开心，为什么呢？我看起来没有很开心吗？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，但是我没有不开心啊。其实我每天都很开心。晨晨，不要哭，没有哭。原子族最讨厌我哭，为什么？我也不是，我忘记了。反正他会凶我，他也不喜欢齐慧哭。对，他不喜欢别人哭。但是有一次我哭，就是之前哭他会骂我，但有一次我哭他好像有安慰我，我忘记那是哪次。开心好啊，好吧。这么在意祖祖吗？当然要在意，他是我爸爸，他是我的父亲。我现在有点想绑头发。哎，跟大家说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握手会的衣服来了，超想给你们看，但是不行，我不想要透露。但是真的很开心，他到了，而且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不行，真的不行，但是是真的很好看。成人好正，谢谢，谢谢。对，你们要看就是只能来我的握手会，如果你们没有来我的握手会的话，就是抱歉，就是没有机会了。我想绑头发。我在想，我想要自己练习绑包包头，期待。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养过，我可以原谅你。我会发 IG， 你可以再看，你可以留言。真的好美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真的是很硬啦，我吓到，梳子吓到。Hello， 鲁鲁米，握手会的衣服是裙子吗？是呢，
法质不好。Doris 老师说我法质很好，你不能说我法质不好，我只是有点梳不开而已。不要这样子。我要自己试绑包包头，我一定可以成功。合照会有想好穿什么吗？想好了，我都买好，但是合照会的衣服还没到。六月去找你们，想看我穿裙子还是啊？合照会比较那个啦，比较重要，因为合照会是拍全身，握手会看不到你的下半身，就是只看得到你的上半身。但是我这样穿裙子，大家就看不到了。想握成人手，来吧，来吧，握个。快去，很棒。我在想，其实我都是买裙子，但是，我在想是要裙子还是裤子，感觉裙子比较好。成人的手为什么那么小？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可以问我妈妈。就是她把我生那么小，还把我生那么矮。是显眼的衣服吗？我手绘，不要一直套我画。不是显眼的衣服，它是一个单色的，但是是裙子，我觉得很好看，我觉得很好看啊，我觉得好看，你们就会觉得好看，相信我的眼光，好看的。你还会长高，晨晨只有两个手，等我一下吧。唱长高，精灵就会长高。我是蛮满意现在的身高啦，希望我可以再高个差不多5公分，我就满足了。160我就满足了，一定超好看。我等人在写十张。哇哦，你很给力哦。但是现在的重点是你们要买那个幼稚园的那个，虽然我幼稚园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幼稚园，但是你们还是要买。虽然我照片很少，你们还是要买好吗？好啦，我下一次升写真会拍更多的照片啦，但是就是我那时候没有到很好看。哎，谁说我小矮子？你要说小矮子是林杰星吗？不是我。哎，林杰星149，你觉得谁的最不幼稚？最不幼稚，刘雨晴吧。不管有没有照片，我都会买啦。雷库啊，你很棒。玲玲也很矮，玲玲好像比我矮。我觉得某某根本就是大姐头。对啊，幼稚园欺负小孩那个。其实是被迫穿制服的老师，对啊，他其实是幼稚园老师啊。原来玲玲比较矮，我跟他比过，应该是我比较高。浮着贴上你的爱。我用下巴看你们说话。
所以你很这么高，身高太高的都不像幼稚园。但是我觉得原子族他的脸就是幼稚园，对吧？我觉得对。晚安，晨晨是不是就高？因为我叫高彦晨，可能是因为我姓高，但是是蛮矮。阿丽的也蛮可爱，我觉得林杰的也蛮可爱，姓高但不高。哎，陈家树真的不用这样，真的不用这样特别的打出来。笨竹是心智是幼稚园。因为竹的智力反应于脸蛋，他装可爱的时候就是直接智商是零啊，真的啊，真的。林杰太高了，那有幼稚原始长卷发，长卷发没办法啊。她是姐姐啦，是幼儿园姐姐。仓鼠比较适合哦，对，我也觉得。你觉得汪汪的有没有很像有人逼他笑的感觉？好像是有那么一点。但是大家觉得我跟汪汪长得像吗？我跟他是双胞胎哦，就是他是我姐哦，就是我们长得有点像。你们会不会觉得晨晨好漂亮，又可爱又美丽，还会唱歌，还会跳舞，还会弹钢琴，完美的定义。啊，杨过你讲太多了，但是谢谢。不觉得不像吗？你们各位，你们各位，你各位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什么？好可爱，汪汪像任何人呐、啊。汪汪是安安双胞胎，所以同理可证。晨晨也像安安，我不像安安啊，我觉得我不像安安，我比较像汪汪吧，我觉得很像哎、欸。就是我之前中分的时候很像。你们不要一直说不像，你就打一个像我就开心了。我跟他上一次的公演还有一起绑高包包头，你们怎么没有说我们像？你跟汪汪很好吗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？我们大家都很好，不要以为我们不同组我们就不好，我没有跟任何人不好，不好的也只有吵架，就是会小爱美会咬我，我也没法揍他，因为他是我的狗，我们要爱惜小动物，不能伤害我家狗狗小三美玲，不像好吧。只有不熟，没有不好。对，你说的就是蛮对。晨晨跟玲玲蛮像，哪有？我觉得一点都不像。我觉得一点都不像。不要跟汪汪太好，你会被他感染太疯狂的病。我汪汪本来就是一个疯狂的女子，我就是。他本来就是一个疯狂的女子，我知道。我的师父教我，与其说一句对不起，不如做十件对得起的事。好，有道理，很棒呢。但你可以跟他学习怎么唱歌，唱歌就是要一直练习。汪汪很会唱歌，我知道啊，我听过他唱那个
失重前幸福。我之前有在直播放过嗡嗡唱的歌。嗡嗡唱这首，不然你可以先学他怎么模仿安安，或是模仿学妹。为什么要学他？为什么要学他？我没看过他的模仿秀，我不会看他直播，我就看几次而已。我很少看成员直播，就是不会特别去看，除非上次像张雨霖，他有传群组叫我们去看他直播，我才会去看。上次嗡嗡唱这首给我听，原子竹刚刚其实有提到你，原子竹，真假的？他们说我要来告状，他们说你的智商是很低的，所以你蛮符合这次的幼稚园升学。他们好像不是想你，来告状一下。这个人不是应该准备开播吗？哎呦呦！我的天！但是我是觉得，我刚没有讲你坏话，我刚刚是说你的脸是符合这次的幼稚园，幼稚园升学，我是这样说。然后他们就说是因为你的智商比较低，所以就衬托你的脸这样子。他们说的不是我，还好，看起来很年轻。对，是因为衣服的关系看起来很年轻，还有那个妆容很粉。等一下他会找你联播了，我觉得应该不会。原子竹会找我联播吗？好，我按拒绝，不要跟你联播哦，绝对不可能的啦！我看文字了，呵，呵，没事，没打到，没关系，他不要在我面前就好了。你很难见猪猪来看，叛逆了。这个不叫做叛逆，这叫长大了。没有叛逆。原子竹是几点直播？是7:30吗？是7:30。好了，你太多了。你太多留言了，
好啦，直播加油，爸爸赚钱，爸爸赚钱养我。拜拜，整排都是原子猪，猪猪打字好快，他超快，整个超快。好，爱你爱你爱你，拜拜。拜拜，猪猪超快，我是也觉得蛮快的。晚安晚安，大家晚安晚安。浪不是有发上时间限制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今天可以跳舞，我可以跳给你们看那个，我跳给你们看 SOSO。 练了副歌了，开心呐、啊！主如是肺炎，大家可以看我跳舞了。我们先练习一下，练习一次好了。我跳副歌给你们看。好，来跳了。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？大家要听过，好听吗？走位的，所以我就先不跳了。
这是惩罚的舞，要帮学姐伴舞。对，这是惩罚的舞。大家要看我的。大家要看我，要跳的惩罚吗？惩罚是夏天。Plus me, you plus me， 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？我要跳的惩罚舞是 you plus me。我们来跳，不是这个。至少是我要跳的惩罚舞，闪亮的幸运。大家有听过这首吗？这个吗？好，来跳副歌。这首也来跳副歌好了。歌就只有这样，我觉得蛮少的。副歌只有一小段，但是其实我们惩罚换了很多首，我们其实本来不是这首。我还要跳 solo 哎。还要帮学姐伴 solo， 我帮两个学姐伴舞 solo，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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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
我喜欢 Bad Pig。我的爱。大家有想点歌吗？为什么喜欢 BLACKPINK？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很好看，每个人都很努力，每个人都很会跳舞，每个人都很会唱歌。反正我就是喜欢他们全部了。但是我最喜欢的是 Rosé， 因为她好漂亮哦。Hello E 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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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E N N， 宝贝我来了，吓到，很可怕，不要叫我宝贝，我会吐。好了没有？现在很多韩团都不认识。E N N N 是不是想跟我打传说？你是不是在等我直播？要跟我打传说？祖祖叫你宝贝会吐吗？当然不会。他叫我直播快一点，欸，什么意思啊？只有同学叫我宝贝我会想吐。好吧，没钱没关系啊，习惯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上次已经把你的小鸡蹦蹦送完了。宝贝，宝贝，宝贝们，宝贝们，这首歌呢是2018的抖音红歌呢。多久没见面？光前没我陪伴，会不会孤单老点？宝贝们，叫宝贝你们习惯吗？我下次的直播我就写宝贝们来看直播咯。这是我那个年代的抖音歌。可以放一张咸的宝贝，晨晨被叫宝贝，我就要宝贝了，宝贝，宝贝，宝贝。我同学就是这样子，他就是来我直播一下下，叫我直播快一点，之后他就走了。我其实没有想跟他打传说。我每次都拒绝，对不起呀，对不起呀，我不会，对不起呀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，大家听。杨过，你干嘛跟我的李二二说 hello 啊？而且今天名就李四四。
还敢跟我的李二二说 hello， 因为他很难带吗？其实我同学都比我厉害。对，我们来听2018的2018抖音歌曲，咱们就是说来怀念一下。我来找找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好，找到了。有听过的就是可以举手，因为他应该用李四四，所以你叫我的李四四吗？好，陈仁，你会跳游泳之前吗？会。我的山楂树之恋，只有水和你在回春天，可以丢弃我的底线，一定是要锁定与你的是我视线。李宝宝，我的山楂树之恋，一恩就是可以先许愿。我保证我的爱不会变，空闲又和时间像蝴蝶起舞翩翩，每次懊恼在日相见很晚，不管相隔的今天要八点吗？或是短，对，今天是八点。不要快，一直想慢，想和你有个孩子围着你盆盆转，世界变化不停，人潮川流不息，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。这位同学，你的 AO 就还你一个少女心，有一种超凡动力，爱了爱了，爱你的坦诚像一面清澈的湖水，就算眼睛肿了我也觉得是胜利。最没许愿是你，可以给我刷礼物吗？我用我的嘴巴抚平你一天，我想要你送我，心里总有期待，所以过得度日如年，每天会关注你。你就是没钱了，我知道。你说心里话的时候，我想没事啦。不理睬的时候，我只能自己去找空间。我的山楂树之恋，听过的举手，举手。可以丢弃我的底线，锁定与你的是我视线。我的山楂树之恋，永远站在你的身边。我抱着我的爱不离别。我今天没有想打算说真的。李二二是不是韩寒的亲戚？为什么是？你的喜好，你的习惯，你爱吃的我都记着。你爱的高楼，我做不来，可以逐渐适应着。我不会，你没睡，我不睡。即使第二天和你在一起会很疲惫，过得自由自在。我在选一首。陪你走路回家，在每个 all day or night， 也不能实现情海。为了你的那一半，用太多的精力，因为上天自有安排。好。你是一只飞鸟，飞上我的树梢。和你的双膝扬起，假如没有你看不起，不如坠入我的心里。想带你从吵闹到安宁，想带你从多云到转晴，想要为你整理家里，为你的双膝失去。李二二不见，李四四不见，今天是李四四，他礼拜四不见，是不是不见？李二二不见，李四四不见，今天是李四四，他礼拜四不见，是不是不见？李二二不见，李四四不见，今天被嘲讽了，加油！他在跟你加油哎，伊恩，你要加油啊！可以说硬啦吗？会不会很多同学都注册账号看你的直播？有啊，很多。礼拜天他应该用李天天。还是李我觉得李天天比较好听。Hello， 鲁鲁米。Hello， 大家可以一起说硬拉吗？跟大家说，鲁鲁米的口头禅就是说硬拉。
我现在在放2018的2018中国的歌，我来放2019无敌大串烧，我每天都在唱，我知道啊，你很吵。鱼甜甜，不是，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讲。鱼心甜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我想点歌可以吗？你要先等我听完这首歌。好，你可以先说歌名，你再重听一次，因为我喜欢这首歌。感觉到好炽热，告诉你经过，可以点歌，杨过可以点歌。可能会看以前自己的直播吗？我不会看，我等你没关系。好，其实你可以先打，打你等一下要听的歌，我可以先查。晚安。我们来听杨过点的歌。这首的和声很厉害，
好。我听过这首歌啦，我听过，我真的有听过。我听过的，刚刚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？2019大串烧屋。2019大串烧屋，刚刚那首啊，这首是。很好听。どうせ無理だと気づいた夜明け前さ冷たい。我这首好像在抖音听过。だからこそ手を握ろう。抖音的部分。悲しみの向こう側飛び込んでみれるのもいいさ。バラビバラビバラビ今日が好きで昨日も好きで。今天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到很冷，今天是微热。哦，没有，今天的天气其实是刚刚好，但是不要下雨就好了。今天下很大的雨呢。日本的抖音不是都很爱 summer time 都恋爱循环吗？我喜欢恋爱循环，真好听啊。很可爱，杨过可爱。Hello， 晚安。不在乎，我觉得挺很可爱。等一下可以听绿色吗？可以呀、啊，绿色也是2018的，好像是。没有，那是2019的，绿色是2019的呢。我们来听听吧。那我们顺便来念个榜。我今天有提早直播呢，开心，开心。实名灰仔拍手。
九名雷普啊，拍手。第八名朱里恩，拍手。第七名杨过，拍手。第六名周莹，拍手。第五名汉汉，拍手。第四名吉米周，拍手。第三名我是翔诶，拍手。第二名耶，拍手。第一名草莓酱。大家要记得买我的幼稚园升学，虽然我不是幼稚园，但是我很可爱，所以大家麻烦呢就是去买一下好吗？打个勾。拜拜。下礼拜的直播会改哦，因为已经有撞到了，所以呢，拜拜。所以下礼拜直播会改哦，再注意一下我的限动，大家可以追我的 IG， 拜拜，拜拜。